怎么了，马爷？大清早的你叫啥呀？哎，小屁屁。他是不是叫得很难听？烦死了。哎，你咋的了，屁屁？状态怎么这么差呀？哎呦，耳朵怎么这么冰呢？马爷，屁屁是不是不舒服啊？哎呦，我去拿体温计给屁屁测个体温。妈耶，36.5度这么低啊，得去医院才行呢。打开航空箱，放入毛毯，早上气温比较低，做好保暖工作，再轻轻地把屁屁给抱进来。好了，出发去医院。哎，对了，妈耶，你在家要乖乖的哟，我带屁屁看医生去了。到了嘞。带着比身体重的行李，犹如尼罗河边，经过几道闪电，看到一堆光圈。屁屁，马上扎针了，你要是怕疼的话，你就把头仰过去，仰着头就不疼了。哎，对对对。医生，他这没什么大问题吧？他主要就是吃多了，输个液调一下就好了。啊？你叫啥叫啊你啊？你自己吃生的，吃那么多，好意思叫吗？好好好，没事多没事多，你快点休息啊，快点休息。